我妈来了。谁？我妈，她说要请你吃晚饭。我不饿。那我帮你跟她说。哎，别别别别别！但是她为什么要请我吃饭呢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帮你问她。别别别别别别！我去，我去。在我楼下等你。好吧，我不管，我就要气球上墙。你放心，我誓死护卫我们的墙。我帮你吧。那我开始摸擦你的头皮了。七、十六、